你等下，阮伫即个时刻，阮来到你的面前，做伙来敬拜你。阮看见你的恩典，束缚伫阮个人的心上，互阮伫每一日拢经验着主你的同在，互阮伫主你的欢喜做伙来生活。特别旧历过年也准备要来到，阮也开始来计划阮的过年要安怎来经过。愿上帝来保守伫这段时间，阮的肉体、家庭一直拢有通平安，也祝福带领阮伫远道的厝边的人，也会当平安返来到阮的所在。愿上帝祝福带领阮，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子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搁一摆来到圣殿来敬拜上帝，咱当互相来请安，甲边仔的人，甲伊请安，甲伊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主，真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主。啊，咱也特别有看见咱较无熟悉、较亲疏的兄弟，啊，咱予伊热烈的欢迎，甲握手然后握手。啊，毋忘咱将咱的热情会当带到咱侪侪新来的朋友的身上。予咱会当看见，咱彼此是一家人，咱会当互相祈祷来感受着这个温暖，来愿上帝赐予咱大家。啊，特别一个真唔甘的消息要报告予咱知影，就是咱的传亲长老，咱的灵务长老，伫礼拜五的时阵，按照主怀，伊100岁，啊，这是咱教会的福气，也是咱教会上年长的一个长辈。啊，伊伫安眠伫主的怀抱中间。啊，要伫这礼拜六早起，啊，就是1月24号，拜六早起9点，要伫厝来做日落的礼拜，啊，要伫厝内，把伊的遗体放伫厝内，然后下到2点，要伫咱的教会来举行教会总告别礼拜，因为伊是灵务长老，啊，这也是咱教会第二位的灵务长老，啊，咱要用教会总来给伊还上。所以欢迎，啊，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咱拢尽量来参加。啊，特别咱有孕妇因，哦，啊，咱有放伫后壁，若需要替人，哦，咱会当替。啊，嘛，予咱附近的教会来知影，咱的灵务长老已经满票，也愿上帝来继续来关心伫正向长老、信仰之书因的家庭，愿主的安慰甲因三个同在。伫今仔日，咱礼拜刷了后有小组，啊，特别咱小组了后有爱餐。所以期待咱兄弟姊妹，咱拢留落来参加。然后咱伫爱餐的时阵，即摆较特别。过去咱拢做伙去五楼食饭，但是即摆要为着予咱彼此搁较侪分享的时间，所以咱会将咱的餐点摕去到各组的所在，啊，咱会用一份，然后咱啊，搁有即个碗，搁有碟，啊，然后咱伫咱讨论的所在伫遐来坐。啊，咱有诶，新人组有分5组，伫咱周会内面有写。然后咱若果其他人无伫即个组诶内底，嘛有准备餐点。咱伫4楼有咱诶圣歌队主任二老师。啊，因为咱诶社青团体真侪人参加伫圣歌队，搁有即个主任二老师，所以咱社青团体无另外分组。鼓励咱诶社青会当来参加圣歌队，会当做伙练习，了会当做伙参加来食饭。然后咱伫5楼的部分有咱的青少年团体约书亚，啊，佮有咱游园有第二场礼拜，啊，所以咱会伫5楼的所在，所以期待咱啊，毋忘咱会当做伙留落来食饭，来咱做伙来分享，互咱会当彼此佮较侪代祷的机会。第三项就是咱顶礼拜开始登记即个纪念衫，啊，真侪人拢登记，啊，有人反映讲感觉爱同款的色较好。哦，同款的色较好，啊，因为咱有开放4种色，互咱登记，所以咱若是方便的话，尽量会当选红色的，哦，尽量选红色的，互咱较有整体感，哦，啊，因为有的人真正红色啊，真正唔敢穿，也是无爱穿的话，哦，安尼可能咱较过来参详，看要安怎来用，哦，咱毋忘咱尽量来订红色的，哦，啊，互咱即个教会出去的时阵，也是办活动的时阵，靠迄个整体感。啊，因为咱目前红色是登记上侪人，哦，所以咱会当做伙安尼来考虑。今仔日咱有小组的聚会，啊，咱就是要用咱的新国家运动的材料叫做福音五要，做伙来分享。啊，这也是咱小组的聚会内容。啊，所以伫咱在听的时阵，咱等下会当伫小组内面做伙三个来讨论今仔日牧师所讲到的一个题目。
什么是福音五要呢？福音五要就是真简单，要让咱无信主的人知影咱的福音是啥物。咱过去真传统的一个传福音的教材叫做四律，四个律法，四个定律。定律啊，这个四个物件要让咱知影真简单来认捌什么是上帝，什么是罪，什么是主耶稣的救赎，什么是恩典。然后咱如果加一项，就是咱除了知影福音以后，咱也爱去来到教会内底。所以咱看见这个教材真重一项，就是要教咱无信主的朋友参加来分享。然后也是咱基督徒爱了解的，唔知影你有甲人传福音的经验啊无？你咧甲别人讲福音，你要安怎来讲？所以咱得当透过咱小组的聚会本呢，咱知影要安怎真简单甲朋友来分享咱的信仰。第三项，咱知影这项代志，就是予咱的生命有一个认识甲确信。咱信主久久，你敢有确信上帝的救恩？敢有看见上帝的疼？这就是予咱伫个读的过程中间，搁一摆三个来分享，来认识。然后第四项也是这项，也是咱平常时真重要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材料。啊，你咱会准备迄个小册，你若愿意，你会当购买。这个小册就是伫咱坐火车的时阵，还是拄着咱的朋友的时阵，咱会当教因三个来分享这个教材，予因会当认识咱所信的一个啊，咱的救主。所以咱看见这是一个福音的运动，这福音运动真简单，伊就叫做友谊传道，就是做朋友，甲朋友参加分享的时阵来讨论咱的信仰，然后也是个人的报道、个人的见证。所以鼓励咱的兄弟姊妹会当尽量来甲咱的朋友来分享咱的信仰。所以其实透过今仔日的课程啊，咱会当搁进一步来明白。所以咱看见福音的五要。到底什么是多五项呢？好，咱会当把这五项来背起来，因为咱会连续五礼拜，啊，咱拢是用这个教材。所以咱看见第一项就讲上帝主爱佮祝福，第二做予人离开上帝，第三耶稣降世拯救人，第四悔改相信得救恩，第五加入教会行天路。好，咱今仔做伙来读一摆来甲伊记起来。上帝主爱佮祝福，做予人离开上帝。耶稣降世救世人，悔改相信得救恩，加入教会行天路。哦，你看着我有手在臂边，把你的手给举起来，然后来咱大拇指，大拇指来讲，上帝主爱佮祝福，做予人离开上帝。耶稣降世拯救人，悔改相信得救恩，加入教会行天路。这就是福音五要，就是用真简单，用咱的手指头啊来做伙来分享咱的信仰啊。这也是咱好，等下好，这就是五指的记忆法。第一行，上帝主爱佮祝福，上帝就是上重要的。也是咱上伟大的上帝，所以是大金针头啊！啊，这个实质呢，实质就是讲，咱有人，咱会犯罪，咱犯罪的时阵，咱时常拢要指别人、论断别人，所以这就是提醒咱家己，咱家己在看见别人的无好的时阵，有时咱嘛看见咱家己的需要，所以咱看见罪，予人离开上帝，因为咱时常去论断别人。啊，这个宗旨呢，就是上长的这个针头啊。耶稣降世拯救人，就是讲到咱的主耶稣，就是咱生命中上长上重要的一个时刻，真多咱的救恩。第四就是无名指，无名指，啊，咱感觉较软弱的一个枕头啊，所以咱爱悔改，相信上帝来给咱得到救恩。按个小拇指的时阵，咱看见五支枕头啊，拢真重要，对无？啊，这个小枕头啊，虽讲真小。不过，咱看见伊就亲像咱每一个肢体要进入教会同款，所以这就是五支箭头啊。所以今日咱对着第一个要紧的代志，就是上帝主爱佮祝福。咱要知影上帝疼咱，要祝福，予咱平安幸福，佮予咱一个永远的性命。唔知影恁的性命到过了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好，所以咱在讲传福音的时阵，咱唔免一摆就讲讲耶稣，让人看见你过了有幸福啊无？啊，你甲边仔的人朋友甲伊问讲，你过了有幸福啊无？你过了有快乐啊无？这是咱会当平常时互相分享的话啊吼。有时咱会出歹势，甲人传福音，感觉甲人讲着福音，人就感觉拢无要听。不过你家讲，你有想要追求平安无？你有想要追求幸福无？你敢有想要互你的生命搁较丰富？其实可能人听讲，啊，你是要介绍我去投资是无？啊，是赚大钱是无？其实咱的台湾人拢用钱做咱的思考啦吼，讲啊，可能你要教我一寡撇步，啊，其实不是啦吼。咱看见咱信主的人，咱无互金钱捆绑，咱就是要来找找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幸福。所以今仔日咱伫这段内底要看见三样代志。第一项就是要教咱的朋友来分享，讲咱所信的上帝，甲别人有啥物无同款？为什么咱要信耶稣？信耶稣甲拜拜的人，甲拜观音、拜关公、拜佛祖的人有啥物无同款？咱所信的上帝差别伫倒位？第二项就是上帝的性情。咱看见你敢有认捌上帝？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咱拢熟悉人，知影人的个性，但是你敢知影上帝的个性？第三就是咱要安怎让世间人会当来认捌上帝？所以第一项咱要来想。咱所信的上帝，甲别人有啥物无同款？有啥物无同款？咱台湾有一个俗语讲：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咱嘛讲，咱教会常常讲，上帝常常甲咱同在，上帝常常甲咱同在。这个意思就是讲，上帝时常围伫咱的身躯边，看顾咱，保护咱。你敢有安尼相信？你敢有安尼感觉？上帝每一日拢甲咱时刻同在，亲像在台湾的俗语讲，举头三尺，这个上帝就伫咱的头壳顶，在看咱的所行所做。所以等下小组分享的时阵，你咪当甲咱的组员时刻来分享，咱所信的上帝，甲民间信仰所信的上帝有啥物无同款？应该是有真大个无同款哦。吼，伫迄个无同款的过程中间，咱的优点伫倒位？啊，别人的特色伫倒位？咱会当做伙参加来分享。所以伫拜四小组的聚会的过程中间，啊，咱的小组长必须拢做一寡分享，啊，我将咱分享的讲互咱听。第一项，咱甲拜拜人无同款的所在，就是咱随时拢会当祈祷。互咱做伙讲，咱随时拢会当祈祷。你感觉这有好无？哦，咧困的时阵买当祈祷，咧食饭的时阵买当祈祷，拄着困难的时阵买当祈祷。咱祈祷的时阵，唔免千里迢迢来甲咱的神灵教会下礼拜堂来祈祷。咱随时拢会当祈祷。第二项，咱看去无同款的所在，咱若一般拜拜的人，可能拢是初一、十五才有拜拜，啊，平常时就无拜啦吼，也是拢伫厝，诶，这个拜的过程。但是咱这个基督徒，咱敢有拜拜？咱无拜拜，毋过咱有拜上帝。咱一礼拜七天，然后咱有一天会来到教会来做礼拜。然后咱每一天也当甲上帝来祈祷。然后咱在做礼拜的过程中间，咱其实咱在敬拜上帝，咱是用咱的心，用咱的灵，透过上帝的话，会当甲上帝相佮对联。第三项，咱看见咱的教会甲一般信仰无同款的所在，就是咱的基督教非常重视宗教教育。其实这款的传统，就是对犹太人、犹太宗教所传承落来。就是讲，咱伫细汉的时阵，咱就爱读上帝的话，背经句，互咱伫细汉就来认捌上帝。所以咱看见咱的教会会读圣经，非常重视传承。所以，咱看见咱信主的长辈时常拢会提醒咱的囝儿、孙儿讲：，你着爱时常读圣经，你着爱做礼拜。真正就是要让咱的信仰会当传承落去。咱基督徒敢有夜香对拜？咱常常听见一句话啦吼，人拜拜人拢夜香对拜，不过基督徒嘛会夜香对拜哦。第二代、第三代的信徒，当时唔知影拜上帝是啥物意义的时阵，就是对爸爸来做礼拜，对阿公来做礼拜。家己心内若无追求的时阵，咱就亲像迄款的心情。所以今仔日咱是甲上帝互相结连，
要对敬拜、对礼拜中间来学习。第四项，咱所信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上帝有形有体无？无，上帝无形无体。咱来到位，不是在拜神明哦，这是去伊一个上顶。所以咱甲一般的信仰无共款，咱无拜人物，亲像咱的民间信仰会拜观音、拜关公、拜真济的即个人，然后咱会拜物件、拜石头、拜树啊，啊，拜真济即个看起来真特别的物件。有的宗教会拜大自然，亲像拜太阳、拜月亮。今仔日咱所相信的上帝，毋是遮个物件，甚至毋是咧拜。拜太阳，吼，等下咱讲，为虾米咱毋是咧拜太阳？第五项，咱看见咱信主无共款的所在，就是咱会当对伫咱的心来祈祷，会当讲咱的心声。特别咱前下讲，主耶稣就是咱的好朋友，互咱做讲，主耶稣是咱的好朋友。既然是好朋友，伊特别听咱来讲话，所以咱看见主耶稣是咱的好朋友的时阵。咱把咱的心情、把咱的郁卒、咱的艰苦，讲予咱的主来听，这就是咱的信仰。第六项，咱看见教会特别的所在，就是咱拢用音乐来敬拜。所以，伫每一摆在做礼拜聚会时阵，一定爱唱诗歌，无论献诗、敬拜赞美诗歌也好，这拢是要来敬拜上帝。特别咱伫长老教会有献歌队的赞美。就是透过音乐，正做芳芳的坐，献伫上帝面前。唱诗歌不是咱这个时代唱，伫台北的时代，三千年前的时代，因就有诗歌来阿罗上帝。伫遐去，咱来到教会，咱到挂咱的鸡啊，也是摕猪肉来拜上帝，无，咱是摕咱的心，用咱的嘴来阿罗上帝。第七项，咱来想看卖啊。你感觉咱所拜信仰的上帝，甲其他民间信仰所信仰的上帝有啥物无共款呢？你会当伫迄个无共款的中间，会当彼此来分享。但是提醒咱大家，咱毋是要去批评别人，是讲啊，咱的上好，啊，你的拢无好，你的是假的。这特别是提醒咱的兄弟姊妹，因为今仔日你要传福音给人，啊，你拢批评别人，你拢讲伊的无好，伊的是假的，啊，然后你来信我的。如果是你，你敢会接受？可能你第一摆讲啊，这个人讲话拢安尼，我不爱听伊讲话。咱爱有智慧，互咱会晓真婉转来甲伊分享咱的好，来当互伊来认捌这个信仰。所以咱咧看见，咱为虾米来选择咱的基督教？真重一项，就是咱来认捌咱的耶和华上帝，认捌咱的主耶稣，咱信心。三位一体上帝，佫较重要。咱除了信仰以外，咱嘛爱有团体的生活，有小组的生活，互咱成做一个真完整的教会。所以咱讲福音五要的第五要，就是咱爱过一个教会的生活。因为咱靠着咱家己真有限，爱靠着兄弟姊妹互相的扶持、祈祷，互咱重新来得到快乐。第二项，咱做伙来想上帝性情。你捌上帝啊无？上帝的性情是怎样？特别咱看见，咱若要熟悉一个人，特别男女朋友在交往的时阵，啊，咱拢会去讲，啊，迄个人身高偌济，体重偌济，伊爱食啥物，伊的兴趣是啥物？咱会对着一个人的外貌、伊的工作、伊的兴趣、个性，伊爱做啥物代志，还是伊成长的背景来熟悉一个人？但是咱咧看。你有熟悉上帝啊无？你所拜的上帝是有啥物款的特质？伊爱啥物？伊无爱啥物？你知影无？所以咱着透过读圣经的过程中间，咱来认识上帝伊的特质是啥物。啊，伫咱的小组资料内底有几啊项，啊有讲到上帝永恒性，就是上帝是久久长长，是永远的。然后第二项，看见上帝。伊是超越大自然，连太阳、连海，拢是伊创造的。啊，上帝是听，上帝是真理，上帝是公义，是和平。那么看见上帝是圣洁的，伊也是美善的一个来源。那么看见上帝伊是历史世界的主，那么看见上帝伊就是天父。特别咱看见一个资料内底，佮挂号
天母，天上的父亲，天上的母亲，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所在。所以咱看伊第一项，上帝的永恒性，什么是永恒？什么是永远？可能在伫咱有限的头脑，咱无法度想象什么是永远。上帝是创造时间进前，伊就已经出现。上帝无结束。什么是时间？咱知影是时间，是因为有太阳、有日、有暝、有24点钟、有一年365天，咱才知影有一个时间。但是太阳会消失啊未？太阳有开始，有结束啊无？有太阳有开始，有结束。咱若读科学的人就知影，这个太阳有一天，伊的这个能源拢会烧了，会无去，然后变作一个真细的一个星球。所以咱看见上帝敢是安尼？上帝有一日会消失啊未？上帝会消失，因为上帝是创造这个太阳的上帝。所以咱看见上帝存在比这个太阳佫较久，所以有的人会拜月娘、拜太阳。不过咱所拜的上帝是超越这个太阳神。所以咱看见迄个永恒、永远是啥物？就是每一个时刻的延续。咱圣经嘛讲，上帝看千年，亲像一日。即句话咱真发真恶在想象，安怎看千年，亲像一日，亲像一万年久就过去。这是上帝眼光，不过上帝嘛不是看物件拢看遐紧，上帝伫每一秒每一个时刻，伊拢甲咱三个同在。所以伫你的生生命中间，你敢有迄个千钧一发的一个经验？就是看见足危险的时阵，上帝来甲你拯救。其实咱会当闪避过迄个危险，这拢是上帝恩典。较歹势拢讲到阮的路德啊吼，啊，即礼拜伊阁出代志安尼。啊！在行在佚佗、休养的时阵，无细里，磕到一支铁条啊，啊，磕到目睭吼，啊，然后鼻眉毛，啊，然后流血，停几两针，停三四针，啊，目镜也破去。啊，咱这个医生讲，刚才有迄个目镜是安全玻璃，该保护掉的。啊，若是安全，唔是安全玻璃，迄、那个意外啊，到你目睭就真歹处理。这就是千钧一发。为什么弄到是就弄到眉毛、白白，唔是弄到目睭？其实就是差一点点啊，所以上帝拯救嘛是伫咧差一点点啊的所在，互咱闪避过危险。所以今仔日咱看见，咱人的性命拢在伫上帝掌握内底。咱什么时阵要去到上帝遐，唔知影，可能会伫一摆真危险的车祸，然后咱失去咱的性命。唔过，卖当伫迄个真危险的时刻，上帝手轻轻一拨过，互咱闪避过迄个危险。所以，迄个上帝永恒。就是伫每一个时刻、每一个重要的时阵，上帝拢保护咱，所以上帝时时刻刻甲咱生甲同在。第二项，咱看见上帝创造大自然，出来伫第3章14节安尼讲，上帝讲我是我是创始成终的主宰。第一安尼讲，我是主人、宜人的上帝。什么是主人、宜人？就是讲我超越迄个大自然。上帝不是在那个日头太阳的后面，上帝也不是藏在月亮的里面，像我们知道在六孔年代，这个阿姆斯壮去到这个月球 的时候，有人就问说，阿姆斯壮，你去到月球有遇到上帝还没？上帝到住在月亮上面？上帝没住在那里。今天21世纪，我们的科技非常发达，天顶嘛去过，啊海底嘛去过，有找到上帝无？敢有找到上帝住伫倒位？敢若拢找无？不过上帝就伫咱的身躯边，伊创造这个天地海，这就是咱的上帝。第三项，咱看见上帝是听。伫今日咱所读的诗篇内底，就看见伊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伊无快生气。伊的阻碍永远伫底，予咱有一个永远的性命。咱可能真无法度去想象，到底啥物是上帝恩典、上帝阻碍。其实咱看去，啊，古约的上帝其实是真歹的上帝吼。咱若无听上帝话，上帝就甲咱刑罚，透过战争来处罚这犹太人、这以色列百姓。不过咱若看见上帝疼咱，予咱搁一摆的机会。无完全的毁灭在咱的身躯边，所以咱看见伫旧约内底有一个拿阿的大水淹没所有的地面上，但是咱看见
上帝嘛应允讲，我无要搁予即个大水来淹没咱，伊要用另外一个方式，予咱会晓悔改离开咱的罪恶。第四项，咱看见上帝就是真理，就是智慧。咱看见神明记七章九节，甲咱讲，你着爱知影耶和华你的上帝，伊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若听伊的人，守伊诫命的人，伊就要施了慈爱，直到千千万万代。所以到底上帝是啥物？上帝就是人生活的一个智慧，就是咱工作人的一个使用手册。咱若是用一个这个电器、电视的时阵，拢有给你一本手册，甲伊讲这台电视安怎来用。但是人的使用手册、人的说明书伫倒位，就是一本圣经。圣经予咱有智慧，知影我要安怎来过我的生活。咱拢会超出咱人的出生、人死亡了后去倒位。伫这本圣经内面就讲讲咱人的一生所要行的道路。第五项，咱嘛看见特别的所在。咱过去拢会讲天父上帝，毋过咱伫现代的这个这个注解内底，特别甲伊挂号那种天顶的老母。为什么有这款的差别呢？因为咱知影这个时代有真侪这个家庭的暴力，有的是爸爸拢会拍囡仔，然后对囡仔拢无好，然后囡仔只要听到爸爸这两句，心内就真受伤，所以就讲那是。天顶嘛是搁一个老爸，我不爱去天顶啦吼。所以这就是这个上帝老爸的形象。所以咱看见上帝敢是只有敢是查甫的？上帝不是查甫的，嘛是查某的吼。因为伊是用咱人的形象来去想，所以咱看见上帝嘛老母的形象，伊疼咱，伊的慈爱永远甲咱生个同在。所以咱看见。但有诶，即个神学家伊会祈祷，毋是甲天父上帝来祈祷，伊是甲天母、天顶诶母亲，甲伊来祈祷。伊嘛有缘听咱的祈祷，因为咱知影，咱所信仰的迄位就是咱的上帝。第三个部分，咱要做伙来看，世间人安怎来认捌上帝？你要安怎来介绍上帝，互人来知影呢？咱看见咱人拢会找上帝。其实，咱的台湾人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宗教信仰，看见什么物件都会拜，每一间庙拢会去行礼，这就是人的一个敬虔的心。但是，咱有找到真正的上帝，咱有找到迄个生命的来源，也是被撒旦魔鬼捆绑来欺骗。咱知影真侪心灵有时是人欺骗。骗人离开上帝，然后陷落伫迄个罪的诱惑内底。所以今日咱来信上帝，真重要，就是要脱离撒旦魔鬼的捆绑。伊是欺骗大王、讲白话的大王，咱就无让这个魔鬼去甲骗咱，互咱来离开上帝。所以咱看伊迄个罪是啥物？罪就是咱的迷失，然后咱的咱拄着的诱惑，也是咱人的软弱。所以咱就要时常让咱的心面对着迄个光明的上帝，上帝照伫咱的心内时阵，遐黑暗罪就离开。我的妈妈有讲一个故事啦吼，就是伊伫迄个高中的时阵来认捌上帝时阵，就看见咱知影伫学校拢有运动亭，运动亭内底拢有大粒石头啦吼，你看伊大粒石头下骹是啥物物件？拢是糖。蚯蚓甚至是胶纸啦吼，有一天真调皮，就把迄个石头甲引互开，结果迄个光一照落去的时阵，然后遮个虫遐个蚯蚓就赶紧四界乌白走，赶紧走离开。其实人的心就是安尼，伊就是透过迄个经验就看见讲，哦，上帝就是迄个光，咱人就是迄粒石头，你敢愿意将你心内迄个大粒石头甲刷开？予上帝光照伫你的心内，予你心内迄个污秽、垃圾、罪恶离开咱。咱拢真盼望，咱的心是清气的心，是圣洁的心。所以，咱就时常爱来找上帝，予上帝光照伫咱的心内。所以，咱欢迎伫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安尼讲：上帝爱人人拢得着救，拢认捌这个真理。真理是啥物？
就是只有一位上帝，上帝甲人中间有一个中保，迄、那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上帝伫天顶，人伫地面上，人要怎来认捌上帝呢？只有透过耶稣基督这个唯一的道路。所以咱看见耶稣伊牺牲，要为着予人来得到自由。所以伫时间到的时阵，上帝要予每一个人拢得到救。所以有侪人虽讲伊还袂信主，毋过咱为着伊来祈祷，上帝的时间也到，圣神做工伊的心内，伊的心就要改变来认捌主。所以咱嘛看见上帝的关联，上帝上帝的全能，上帝是全能，啥物拢会晓。所以伫小组分享内底，啊，我就讲一个哲学家所问的问题啊，讲上帝敢会创造一粒伊家己搬袂振动的石头？会袂？你敢问过这个问题？上帝既然遐尼厉害，伊啥物拢会晓，啊，伊敢会创造一粒伊家己搬袂振动的石头？敢会？会啦吼，上帝一定会当创造一粒伊搬袂振动的石头。啊，如果搬袂振动，伊敢是叫做上帝？啊，这是一个逻辑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逻辑的问题，嘛，互咱在想，到底上帝是怎样？上帝既然是主爱，上帝是疼世间人，伊遐尼疼人，他为虾米互人拄着遐尼济的灾难？亲像有大地震、有海啸，安尼有侪侪战争。这代志，上帝太容忍伊发生。当发生的时阵，是死亡几千人、几万人。所以伫历史中，有600万的犹太人受到屠杀。上帝伫倒位？上帝透过马上来甲因拯救。伫这个出埃及记的时阵，这个、埃及迄个以色列百姓伫埃及做奴隶400年，上帝伫倒位？所以伫迄、那个进前这个出埃及记这个电影的内面。就有在形容讲，上帝伫倒位啊？电影这个导演甲上帝描写是一个小朋友，一个小朋友，啊，伊是足生气的，讲我当然疼我的百姓，但是我在等待迄个时机，等待迄个时机。所以，老人在问这个问题的时阵，你要安怎来回答？上帝敢会创造一粒一般袂振动的上帝的石头呢？第一项，你会当回答讲。我唔是上帝，所以我唔知影上帝爱会安怎来做。是我知影，就是我无去论断上帝的作为。你太当命令上帝去创造一粒一般搬袂振动的石头呢？到底谁是上帝呢？所以咱无法度去论断伊的作为，咱只有顺服。第二项，咱要看见，当咱看见遐尼济灾难发生的时阵，其实有一项，咱唔是去责怪上帝。咱是爱先反省咱家己的错误，有真侪死亡的发生是因为人的错误，亲像这个大洪灾了，这个土石流流落来所在，真侪迄个山脚的所在拢淹没，安尼真侪人全死亡。但是咱知影，伫山脚的所在，伫迄个大水在流的所在，敢会当住人？当然袂当住人。所以上帝有予咱有智慧去避免遐的灾害。迄无应该住的所在，咱就无去住伫迄个所在。第三，咱嘛要互咱来想，灾难考验也是上帝的祝福。咱做个讲，灾难考验也是上帝的祝福。不过当然，咱无爱这种的祝福啦吼。为虾米灾难也是困难啊？这个家庭的损失、家庭的困难，它是上帝的祝福呢？咱知影，咱拢真爱迄个选择。选择是安怎做出来的？就是迄个炭、木炭。木炭经过几啊千年、几啊千万年，堆伫迄个土坑，然后才会当成做一粒选择，啊，一粒迄个石头，真水的石头。伊经过真长的时间、真长的压力，伊才变做一个真特别、真罕见的一个物件。今日咱嘛看见咱的生活有考验，当你拄到考验的时阵，你会想。我要安怎来面对我生命中遇到的困难？咱看见为什么咱的科技有遐尼侪发展？因为咱就是要想，咱要找一个方法，互咱会当生活搁较好，互咱会当避免遐个大灾难。特别咱知影最近日本这个阪神大地震29年的时阵，啊，人看新闻的人就知影讲，哦，日本人伊要安怎甲这个大自然做伙来生活，因着。
透过因的头脑科技，创造迄未诶未崩起的即个厝体啊，木造房子。伊讲七级的大地当在摇的时阵，八级的大地当在摇的时阵，摇到内底物件拢崩崩起，毋过迄间厝崩起无崩起啊吼。所以咱看起日本人伊着面对伊的环境。伊无法度把伊个国民迁徙去到未有地动的所在，所以伊就甲迄个地动、甲迄个海啸三甲做伙来生活，所以因就迄个危机意识、危险的意识，知影我要安怎来面对我的生活。所以咱嘛看见基督徒，当咱若遇到困难的时阵，互咱更加深切知影，咱人是软弱，咱人是有限，咱需要更加时时刻刻来依靠上帝。所以，咱旁边的人来做伙鼓励，来讲灾难考验也是上帝祝福，灾难考验也是上帝祝福。求上帝，予咱有迄个智慧来离开迄个灾难的捆绑。第四项，咱嘛欢喜。为虾米咱要甲世间人来讲上帝？上帝予咱每一个人有自由意志，咱毋是机器人。今日上帝若创造一个机器人，讲啊，所有人，你就是爱来拜上帝，你就爱学了上帝，啊，然后每一个人拢过同款的生活，其实安尼就亲像穷山的生活吼。咱若看起电视有迄穷山在学了因的迄个领导者的时阵，哦，大家拢足欢喜的，啊，拢足热情的在学了伊的领导者。不过上帝敢是爱咱过这款的生活？唔是，上帝是爱咱。对心内真亲近，上深的敬拜甲娱乐，是出自自由的，毋是出自勉强的。所以咱伫约伯记内面，咱嘛看见即个撒旦魔鬼安怎甲上帝来对话。伊讲，你看约伯遐尼疼你，是因为你赐福予伊有真济稳定。今日你若甲伊生命中的稳定好物件拢甲提掉的时阵，你看伊敢会阁继续来敬拜娱乐你？这就是上帝，这是撒旦魔鬼的一个挑战，还是欺骗。所以今仔日，咱不是因为咱过了生活真好，所以咱就来阿罗上帝。有当时啊，咱伫咱生活中困难的时阵，搁较爱抓条主，因为咱相信上帝无欺杀伊的百姓，上帝的确要将上好的稳定赐福予咱大家。所以咱会当做伙来想，伫你生活中间有啥物款特别信仰的经验。来分享予你的朋友，予伊来认识上帝。毋茫咱伫咱的生命中间，时常拢有见证，来讲到上帝的好，伫咱的生命内底，然后咱就透过咱的经验，真深刻的经验来传福音。所以今仔日咱透过上帝主爱，稳定佮主爱，咱看见咱信上帝甲一般拜拜的人有啥物无共款。咱嘛看见上帝性情，咱嘛看见咱世间人，咱要安怎来认识上帝？期待咱的信仰经验，成做咱传福音一个上好的一个馈赠。今仔日啊，咱嘛有一个小小的问卷，如果无只伫咱的酒柜内底，啊，咱会当若有想要做问卷的人，你会当伫招待桌遐来摕。啊，咱伫顶礼拜，咱拢有49个人回应，有31张会纸回来。啊！伫网络有18个人来写，啊，咱会继续来做这个问卷。其实真重要，就是要予咱来分享咱的领受。你嘛当甲牧师有一挂回应，啊，特别有一个真趣味的回友，伊甲牧师分享讲，咱头前拢有圣经啦吼，啊，会当甲圣经掀开，咱今仔日所讲到的经文，然后来做伙来领受这个上帝话。啊，这是我第一摆听到的一个物件。其实这嘛是一个真好的一个话语，因为今日咱所读的圣经，就是伫头前的圣经。只是咱做伙三个阿头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予我会当来认识你，予我的生命会当更加丰富。祝你的恩典充满伫我的生命中间，予我来看见上帝你的馈赠，要到我三个地带，予我会当更加认识你。更加来经验着主你的同在，我也将上帝你的恩典要来分享，予我侪侪还袂信主的朋友、无道的朋友，予因会当来认识主，予因会当离开撒旦魔鬼的捆绑，人生性命的软弱，予我会当依靠主，重新过一个新的开始。愿上帝赐福帮助我。
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这时，咱做伙三脚来吟圣诗484首，上帝听看那会听大。